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我老公来鱼塘干活，刚打电话说要我帮他买东西过来。不放，这个放下去，好好，这个放下去。让它长大。让它长大是吧？让它长大。走了，都让我们回家吧。走，回家了。是哦，爸爸马上回来，放心，会带上你的鱼哈。回家喽，现在到家了。称一下有多重。老妈，来，这条鱼交给你。中午加餐。你女儿怎么睡了？就睡着了。还小鱼，还有小。妹妹，怎么就睡着了？这才几点了就睡着了，妈妈。这手把它放在下这手。但手干嘛放在这上面呢？用在手里背着呢，用你妈妈。称一下多重啊？一斤半是吧？到年底的时候就差不多两斤七两。上次那条一斤八两哈。肯定有些抢食抢得快的，有些抢食抢得慢的。年底的时候三斤左右。爸爸喂的鱼大吧？好玩吗，邓云浩？玩一条鱼，我女儿也被吵醒了。这是大头鱼吗？鲫鱼、鲤鱼。这个是什么鱼呀？这个是鲫鱼，这个是什么鱼呀？鲤鱼。这也是鲫鱼。大。这个就是鲤鱼。大。